好，台风来，现在很多人呢，可能不管是出门在外呢，或者在家里面，大家会彼此互通电话，说哎，是不是家里一切都平安呢？结果这时候打不通，是不是会觉得很急呢？住在中和、永和跟万华的中华电信用户，手机都接不到电话，原来是位于板桥的 GSM 交换机的软体故障了。从7:30发生了停话，一直到晚上10:45才排除，整整3个小时停话。昨天晚上估计影响了大概有8万个用户了。